哎，关着？难道说关闭装置在运转？好奇怪哦。我们好不容易增加了一点世界观与框架，但是现在被打破了。哦，下面发生什么事？气奶，哟吼，你们总算来了。我说，气奶，和我玩个游戏好吗？东尼也是，发什么呆呢？快点下来这边。喂，发生什么了？总觉得气奶有点奇怪。游戏又是指？难道说是那个？没错，是 Zeno。又有个炸弹，那个炸弹嘛，白白的。但是，那家伙的 Zeno 应该已经治好才对啊，怎么回事？喂，不玩吗？为了你们，我特地准备了，来玩吧。我说是什么游戏？你这反应真不错，总之先看看吧。哇塞！爆炸，很成功，嘣一声就爆炸了。什么技能？和我用解谜分胜负吧。如果没解开的话，就炸掉，怎么样呢？回去吧。喂，等等，我说进来，让我看看你被炸飞的样子好不好？你要是被炸飞的话，肯定会很漂亮的。喂，别无视我啊！我说我在叫你呢。那就是 Zeno 吗？没错，这种精神疾病能将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剥离而出，最终使人为了快感而杀人，这就是 Zeno。为什么？但既不对，前夜根本就没有表现出那种杀人的欲望啊。恐怕那家伙被带走的时候，可能出现了一些差错。或许，那说不定能成为治疗 Zeno 的关键。确实，前野并没有表现出患上 Zeno 的征兆。只要能明白发病的原因，或许就能。我要去调查一些事情，我可能发现了治疗 Zeno 的线索了。我先回去上面一趟，虽然非常的麻烦，但是把那个家伙抓过来吧，黑衣服的。哎，我吗？少啰嗦，总之把他带过来就是了。你和他是同类，同类就该跟同类一样自相残杀。而且，你有能治好那家伙的方法吗？我是那个记忆装置的开发者，身为外行的你，及时抓住了那家伙。但说到底，你能给他进行适当的治疗吗？我做不到。别废话了。带他过来，乐死了！我先走了，好凶哦！怎么办？但是也只能照办了，也只能照办了。那我要做什么？哈哈哈哈！真的好危险啊，断头台！把他带过来，你认真。这里是怎么一回事？太夸张了吧！你太闲了吧？那进来啊，不是显眼，你也太闲了吧？和之前来的时候变得好多。关了，到底是谁？吓到了吗？嗨，进来，哎，真是麻烦，前眼，进来，为什么要把门关上？话说回来，这里有什么？什么？也没有想象中的吃惊嘛。明明为了你，我可是把这房间做了许多改造呢。改造？没错，为进一步提高你的智商，本大爷为你设置的解谜游戏。是吗？也就是说，不解开谜题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去上面了吗？是的。我还特地的在那张桌子上放了提示，快玩吧。很简单，本大爷做了特制炸弹，威力大到
能把这层楼炸飞。如果你们在规定时间内解开本大爷的特制谜题的话，棒的一声，炸弹就炸了。所以加油吧。进来不以为很危险吗？为什么做这种事？那还用说，如果能看到你被炸得四分五裂，片甲不留的话，除此之外对我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了。赶快吧你。我明白了。时间 好短。给我15分钟的时间了，真的假的？这是什么围棋？中间被胶带捆起来的是有什么意思吗？我把所有事情都看一看。一个娃娃，得到了稍微有点脏的娃娃，感觉像小孩的，有点小的女孩子的玩偶。怎么灯吗？先探完所有的地方。总感觉这幅画中间部分凸起来了，剪刀。我死了吗？总觉得在哪里见过，是错觉吗？剪刀。这是什么？玻璃比乌斯方表啊！自古以来用于密码的表，密码从纵横数字对应的坐标就是密文，例如54154353就是 TUNO 五四。OK，A B C D E， 好，所以是先从横的开始，难道？那张写有数字和英文的纸就指这个。好，继续往前。好，上面不能去。有个娃娃，挂了什么东西？写的我是娃娃，可爱的娃娃。但是我里面的东西不见了，内脏没了，心脏没了，都没有了。把我恢复原样吧，内脏跟心脏塞进来。内脏是棉花。真的吗？这样的话，把之前找到的那个娃娃用剪刀剪开，把里面的棉花塞到这里就行了。对不起，要稍微剪一下哦。完成之后会帮你修好的。好，把拿出来的棉花再塞进去，它不直接弹起来。好，接下来是娃娃的心脏。心脏指的是什么呢？把抽出棉花的娃娃一起带上吧。好，剪刀，挑出一本书，好厉害！简单围棋入门，有几张便利贴。围棋中有被称为心的特定处，在九个心里面，位于中间那一个心叫做天元。原如此，中央就是提示吧。好像夹着什么红色薄板，与其说是红色，反而更像粉红色，先带着吧。得到红色薄板，现在能做什么？虽然里面放着道具，把手伸进去的话手会化掉。虽然调查了很多，但如果不调查这里的话就没办法前进了，怎么办？把什么东西放进去？木棒，那被融掉了。就算戴上手套之类的话，也顶多撑个十秒吧。季乃愧疚的对娃娃说：“对不起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这感觉再试试使用别的道具。这个使用现有道具吗？是带状的，可以把手放进去的东西啊。就这个娃娃吗？对不起，小娃娃。娃娃真的是发挥他所有的功啊！得到螺丝起子，
得到螺丝起子什么？娃娃融化掉了，对不起哦，螺丝起子。哦，用这把螺丝起子就打开这，打开这里。哦，里面装的纸，哦，另外一个那个表，还有就是蓝色薄板吗？嗯，哦，密码。这里面也没有灯光，如果把薄板放在里面的话，也许能方便阅读上面的文字哦。那那那，那 NA 反过来吗？N 是53，该不会没有关系。嗯，都没东西了。哎，刚才的单字说不定指的就是这里吧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刚才的单字，单字图里面有什么？哦，心脏的小模型。我怎么觉得这个解谜，这次解谜有点让我有点怕怕的感觉，都运气蛮好的。有一个像是项链的挂坠，好，得到了。里面到底装什么东西？打开看看吧。哦，这是右边是纪乃，左边是右边是浅野吧？你不是已经知道？好吧，右边是纪乃，左边两个人是谁？虽然看起来关系非常好，但总觉得在那里见过这个女孩子。总之。这一定是那个玩偶，拿过去吧。心脏，好，把这个挂坠放进去。好，完成。这下他的要求就全部实现了。嗯，好像从哪里传来东西落下的声音，是那个房间吧？来，先存个档。我觉得有点。好多事情要做。哪个房间？嗯，这是什么信封？如果实现了挂在上面的娃娃的愿望的话，就会掉下来。如此，原如此。里面好像放着什么？该薄片吧？啊，薄板，黄色薄板。哦，这解谜让我觉得好担心哦，有种。不是很确定的感觉，就有点顺利的。哦 ，NATU， 这箱子答案吗 ？NATU，NA，NA，N 是53 ，A 是11 ，T 是44。U 是15，好，53，哎，错，53 11 44 15，这可以输数字吗？打开了，得到了手铐的钥匙，手铐，你说什么？剩六分哦，对，可是我好像没有仔细看那个时间，但应该是顺顺的，我觉得有点蛮顺利的，所以应该这个哦，解开嘞，哦，哇，我应该等它爆炸的，纪乃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看它爆炸。等我一下，好像我的存档要爆炸喽，爆炸喽！会不会给我一个结局呢？嗯，什么东西？助手进来，很奇怪，这种事少啰嗦，毕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解开，笨蛋先生，一些处罚。哦。
哎，真不错，没错，活生生，然后最后爆炸，炸成碎片，这样才比较好呢。要死的时候，轻而易举的死掉，无论是重要的事情，还是不可望的事情，都烟飞灰灭，真美呢，真好呢，纪乃。啊，对了，说好整层楼的，然后让我吃了，就能完成，永远重复下去，成为我的一部分。没错，纪乃，过来吧。他知道叫纪乃。哎，Game Over 哦，不是结局哦。啊，浪费我6分钟的时间，我不是整层楼爆炸吗？骗我！我受伤了，超哭，竟然骗我！竟然好像什么事没有发生呢、啊？炸成灰还能吃吗？狗比较不会有奇怪的味道。啊？什么都没有发生？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毕竟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能拆炸弹的东西啊！呵呵呵，死我还是爆吧？咦？怎么回事？是笨蛋吗？我就是想看你被炸飞。如果你解除掉炸弹的话，我不就看不到了吗？所以我才不会做这种机关。啊，你拼了命想要拆除炸弹，所以拼命拼死解谜的样子真的非常有趣哦。作为去往地狱的见面礼，你有变得聪明一点了，不是很好吗？怎么会？怎么办才好？你给我躺在这里呀、啊！你不是说想办法的吗？那家伙的 Zeno 应该治好了，把我们的妹妹把夏给吃了。但是不管怎么看，那都是 Zeno 患者特有的症状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很明显，因为某个原因，他要发病了。如果那个黑衣服的不把青野带回来，也没有办法去调查三楼了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疲劳，也几乎想不起最近3天的记忆，稍微休息一会儿吧。无视好像也是这种结局，无视。刚没有。喂，东，你怎么还在睡呢？东，别睡了。为什么在这里？不对，这里是哪里？你在说什么？睡着了吗？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太累了吗？夏说想要去野餐，所以我们就去了。你忘了吗？啊，是啊，不，没什么。真是的，别再睡傻了。这是做梦吗？至今为止，我应该还在房间里才对。不，比起这个，夏居然活着，这一定是做梦吧？但是能三个人一起出去玩，真的很难得呢。因为哥哥一直很忙。是啊，偶尔这样子出去玩，也不是很棒吗？冬夏一直都想和你出门玩哦，多找时间跟他玩玩吧。秋哥哥，这种事情不说出来也没有关系哦，是吗？那么我就再加油，多挤出一点时间了。就算不说，也抽点时间了，真是的。对不起，哥哥，但是我很高兴哦，谢谢你。啊，我居然忘了，我们曾经每天都过这么无聊却非常幸福的日常生活。一直，如果这样的日子能一直过下去就好了。怎么了？啊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做这种事，秋？回答我，为什么做这种事情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从小时候就一直，我和夏还有你三个人一直一起生活，不是吗？还自己吃掉他，不是吧？为什么偏偏是你干出这样的事啊，秋？秋，我真的希望我们三个人能这样欢笑下去，我只想这样而已。这么一点微小的愿望，难道我都不配拥有吗？所以，有谁能救救我，告诉我这一切都是梦？我的好友竟然杀了我的妹妹，竟然杀了我的妹妹，将她吃了。告诉我，这不是现实，这是一场梦。有谁能？做梦吗？现实才不会这么贴合人心啊。但也确实，夏成为 Xeno 患者，也是那次野餐之后，因为某种契机，可能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所发生的事情。说起来，那家伙到底什么时候把钱也带过来呢？虽然很麻烦，去看看情况吧。